长弓，这这是土师。CC630 双联装机炮甲舱，我知道啊，原是给双座幻象用的，以弥补其无固定武装缺点。你上次不是抱怨魔法飞弹不好使？我看你把机炮都打完了，所以拆了后面那台双座的图萨改装给你用。哇塞，那我不就有四管机炮？别高兴得太早，我只能在地上尽量做到校准，最后还是要上天空实测。不过这样你就没有中线副油箱可用了，拔掉两边的魔法减轻重量就好了。你真的打算一枚飞弹都不带吗？你们试射申请上面已经批下来了。熊大效率还真高，他下清泉港开会去了。这什么鲶鱼？不是外挂，单座幻象机原配有双管大口径德法554型30公里机炮，现在再加上甲舱30公里啊。美国16只配了一管火神20公里机炮，30公里则装在 A10 上拿来打坦克。假如换算单位时间的有效射击质量，我幻象是16的3倍，现在变成6倍了，好像很厉害。对了，你们有看到小玉吗？我在这里，总算画好了。这是翼上尉专属的机坠标章。这是鸭子海家，还加上星星了。对不起哦，因为正战那边有要求，一定要画上星星。没关系，好可爱，我喜欢。长官喜欢，真的真的真的。好像画太大了点，不过这是鸭子加八一鸭八一鸭霸，翼上尉开的是鸭霸机。大象的图遵命。有请长官精神训话。有请于代表。我是代表于超国。我重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我们一举歼灭台独势力的机会，我们将摧毁台湾的空军，破坏他们的基地，歼灭公民主义分子。此役之后，台湾将不复存在。空军部队报告，敌方草坡塔地地形和目标士兵发现一架在外面取车四架的十六战斗机，该于应战组确认。糟糕，一出门就习惯躲到客机底下，这都快成了职业病。哦，这架是空发全新的 O3210。如果我没回忆，现在应该也在开这种客机吧？听说老板也是飞行员，最懂我们的辛苦。好像点击上餐来吃，谁叫我开的是一人服务机 ？Warning！这是一个 RP， 现在发货机靠近警报 ，RP 歼击机凌空。收到通知后立即撤离。这是无畏阵。飞行编队，牢记你了解用干嘛？一次台独的攻击，我开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注
空姐五百说有天干机，那么把我们的高星十一号也派上去。这不可能是无畏阵，他现空警五百预警机 ，warning， 他们做到了一次只会超过30架歼击的能力，开什么玩笑？太像，只有演习， warning， 这是总指挥官的命令。无畏阵是我们空军杀手，在他完成编队前，我们不能放过消灭他的机会。不行，我们准备不足。没那么糟，有办法。我请求允许我驾幻象机执行出威力扫荡。这个我的权限不够，我帮你通报司令，所以必须有他的同意。还有，我们即将要跨过航空器避难装置，也就是民航机队的这支共军飞弹射程之外。我是熊司令。翼上尉，听我指挥，即刻返回基地。现在时间非常有限，美国与我们的情资都显示，福建省军民两用机场正在大举动员超过30架以上歼击机。让执行 Cat 的16来支援我，我要 sweep。16距离太远，我们无法掩护你。不，司令，我们办得到，我们有机会，你不能当韩国瑜。我是何瑜。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说过的，我愿坐上官位，让各位去做对的事。我说过什么？你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赌上官位，让各位去做对的事。谢司令支持。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喂，中计了。空姐不会报告，有一架高压弹机正在靠近中，据前方识别显示是架滑翼。台湾人发现我们了，一架战斗机，但是连武器都没带，这次真的来投诚。开广播频道，这是中华民国空军，我是幻象第43作战小队小队长，给解放军带来了一份信息。把通话接过来，我是高副战区空军副司令员鹤立将军。不管你们想来什么方招，我们这次都会彻底拆除台独势力。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台保险系统从处置系统进行调整。8085是啊，是啊。喂，台湾飞行员，他听得见我说话吗？这可不是我希望的一天。你说有什么讯息？喂，要我说的话，就是。